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伟大的青铜时代。历经夏商周，持续了1500多年的时间。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古代中国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在中国发现的青铜器，不管是数量、种类还是精美程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与青铜器同样辉煌的还有商代殷墟甲骨文，它的被发现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洪水，那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洪水如同猛兽般吞噬了人们的生命和家园。在那场人与自然的抗争中，出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大禹。他带领人民疏通河川，开凿阻滞，治理了水患，最终让人民安居乐业。大禹的这个最根本的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一种依靠自己、自我牺牲而造福于别人的这样一种大爱的精神。比如说大禹吧，他就是当时这个洪水滔天的时候，别的民族的神话讲到洪水，多半是说某一个神给他什么指示，比如说挪亚方舟，他可以这个神告诉他大水要来了，然后他就造一个小船，然后他就躲在这个船里边。可是在中国呢，不是这样的，不是依靠神，也不是依靠别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艰苦奋斗，这一点是很突出的。近代科学已经证明，地球在冰川末期随着气候转暖，曾经有过世界性的大洪水。那次大洪水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的远古记忆，而流传在各种神话传说中。与世界各国不同的是，大禹被明确地记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和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禹因为治水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并最终建立了夏王朝，而夏王朝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国。这个文明的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国家的形成，是吧？那么这个有了国家啊，有了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公共的这样的这个人与人之间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这么一种结构。是吧？那么这个从历史上来看，这是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啊。那么可是从考古学上来看啊，我们还可以有些比较具体的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看的一些标准。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但是国家的出现我们怎么样来断定判断是不是出现了国家，那就应该是看它的都城都邑是不是出现。它一个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个首都，它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都城遗址的出现。都城不仅是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探寻远古文明的时候，许多震撼人心的考古发现都和都城有关。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升先生带着几名助手，沿着古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区域进行考察。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他发现了很多陶器的碎片，直觉告诉他，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都城的重要遗址。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清理出2座大型宫殿基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近几年，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多座宫殿建筑基址，有些宫殿基址左右对称，并由前后相连的几进院落构成。
么内部我们发现这个不仅发现了夯土的基址、宫殿的基址，而且发现当时已经有中轴线的这样一种布局。中轴线大家可以想象故宫这种前后几座院落、几座宫殿的院落，然后呢有同一个中轴线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现在有把握的说，中轴线的这样一种理念在夏代的后期，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了。在一些中小型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器，以及由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饰和玉钺。古文献记载，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并集中各地的铜料铸了九鼎，以象征国家范围。人们在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发现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件铜鼎，它是否就是禹铸的九鼎之一呢？换句话说，这些青铜器是夏朝人制造的吗？在十万平方米的宫城的南部，紧接着就有一个围墙围绕着区域，这个区域当中我们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铜的作坊遗址，发现了制作这个绿松石的遗址，而且这个青铜器制造作坊制作的东西，我们看到就是这些青铜容器，主要是青铜容器。可以看出这个作坊在宫城附近的作坊就是为夏王朝这个王室服务的，而且呢出土这些青铜器也表明这些青铜器就是在二里头遗址制作的。大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从夏朝进入到了商朝，据说大禹铸的九鼎也传到了商朝。夏它的版图并不大，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的中西部和山西的南部，在整个中国或者在这个时候文明已经正在形成这个阶段来讲，它只占一个小块地方。但是到了商，那形势就大变，商代的势力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的相当大一个地方啊。商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东夷民族集团，后来他们和中原的华夏族融合到了一起，商人与夏人在文化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1983年春天，在离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面积1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这座城建于3600多年前，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在夏都附近建立都城的目的，是为了向当时的3000多个诸侯国显示，商王朝已经成为天下的中心。黄河中游地区古代称为华夏，居天下之中，又称中原。随着夏朝的建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华夏中原为核心舞台展开了。中原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汇聚的大熔炉，铸就了华夏民族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商王朝又在偃师以东100公里处建造了规模更大的都城，今天称为郑州商城。半个世纪前，考古工作者就试图彻底解开郑州商城的秘密。1989年底，郑州小双桥村的一位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件商代的青铜构件，可能是装在宫殿大门前端的枕木上。那些石柱处的上面曾经有巨大的木柱，它撑起的应该是商王朝的宫殿。在郑州商城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瓷器，说明商人已经懂得在陶器上施釉。
商人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礼器、兵器以及生活和生产用具。郑州商城出土了一件大铜鼎，高一米，重达86公斤。人们相信这些大型的青铜礼器将会展示商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所以商是一个强势的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像商在物质文化上有些什么大的成就呢？第一个当然还是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啊，它就种类就更多，体量更大，花纹更精细，当然铸造就更困难，它所承载的技术上的、艺术上的、宗教上的、思想上的这些意蕴呢就更丰富。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代国王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代灭亡，殷一直是商都，从汉代开始被称为殷墟。但是殷墟究竟在哪里，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公元19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挖一种被称为龙骨的动物骨头，并把这些骨头卖到了药店里，因为一堆龙骨远远比他们在一年里种的粮食更有价值。就这样，不知道有多少龙骨被磨成了粉，当作中药吃掉。直到1899年的秋天，有一个人认识到了这些龙骨的真正价值，他叫王怡荣，是当时著名的古董收藏家和金石学家。在一次熬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龙骨上的一些刻画符号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金纹非常相似，他立刻到出售这种龙骨的中药店，把所有带字的龙骨都买了回来。经过仔细研究后，他断定这些符号是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龙骨就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就这样，王怡荣成为发现和收藏商代甲骨的第一人。但是这些甲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甲骨贩子们一直秘而不宣。经过多年的明察暗访，当时的另一位金石学家罗振玉猜想，这些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点可能是在河南安阳小屯。1915年春天，罗振玉来到小屯考察，他认识到小屯不仅仅是出土甲骨的地方，而且是商代的都城，是2000多年前史书中所说的殷墟。紧随罗振玉之后，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商王名称和世系排列，绝大多数都刻在甲骨卜辞中，从而证明了《史记》中有关殷商王朝的历史记述是惊人的准确。甲骨文在1899年得到发现和鉴定，是吧？这件事情不但是中国这个学术上的大事，应该说是全世界的科学史上都是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啊。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讲文化史啊，这个科学史的一些书籍，是吧，都要记载到甲骨文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呢，它啊，这个不但是这个发现了啊，前所未闻、人没有看到过的啊，这样一种这个重要的古代的这个历史的文献材料啊，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在使这个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啊得到奠定，因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呢，就是在殷墟开始。殷墟的发现
意味着一扇紧闭了3000多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已被打开，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里就是著名的殷墟，它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环河两岸。在254年中，殷墟共经历了8世12位国王，国王们居住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的宗庙不断地被发现。目前仅在殷墟宫殿区的夯土建筑基址就有70多座。与偃师商城及郑州商城的王室建筑相比，殷墟宫殿越来越高大雄伟，他们在炫耀着商人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目前发现的殷墟范围达30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的是殷商王朝时期的一条大道，它宽近10米，足够并排行驶4辆马车。今天我们将沿着这条宽大的马路步入殷商王朝的殿堂。把马和车结合在一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商代马车的结构复杂，工艺已经十分完善，对于商朝的王公贵族们而言，拥有马车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他们所追求的时尚。这是个王字，在甲骨文的含义中，王是国家的统治者。王字是由月字演变而来的，月最初是一种实用的武器，形状像一把战斧，后来成为一种礼器。目前在殷墟仅发现了10几件青铜钺，它表明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拥有它们。商王朝的军队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青铜武器，他们头戴铜盔，身披皮质铠甲。在商人墓中出土的青铜武器有成千上万件，各式各样的青铜戈和锐利无比的青铜矛是最常见的随葬品，几乎每个成年的男人都有可能随时成为勇猛的战士。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比起王陵来，它的规模并不算大。幸运的是，这座墓从来没有被盗掘过。墓中的随葬品竟有数千件，仅青铜器就达468件，有些器型是以往从未见过的。当考古工作者把这些青铜器上的斑斑锈渍去掉后，铜器上的铭文清晰地显露出来，上面写着司母心、父号、号等等，他们指的是同一个人，是商王武丁的妻子父号。在甲骨卜辞中也经常见到父号这个名字，多达250多条。
傅浩墓是迄今为止在殷墟发现的唯一的一座既能确定墓主身份又有甲骨文记录的商代王室成员的墓葬。傅浩生前曾参与过一系列国家大事，是有史记载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傅浩也是一位美丽的女人，她的发簪就有490多根，使她每天都以新的面容出现在商王武丁的面前。出土的玉器有755件，造型十分生动，有玉鸟、玉马、玉虎、玉龙、玉凤等等，说明当时的王公贵族们驯养着很多宠物，包括大象、熊等大型动物。在殷墟发现的一座象坑里，小象的脖子上还系着一只铜铃。距殷王室宫殿仅1公里的地方，就是商王朝的铸铜作坊，它的面积达到了1万平方米。虽然有着数不清的工匠在这里工作，但只有国王一人控制着整个王朝的青铜器的产量、品种和规模。商代工匠们熟练地掌握着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用陶范铸造青铜的工艺，并使用了独特的组合陶范来铸造大型器物。工匠们把经过晾晒的泥土捣碎，与掺入含有大量石英矿的细小沙子搅拌揉搓，然后在泥块上雕刻种种纹饰和图案，烘干后就成了陶模与陶范。一个范只能用一次，因此在殷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青铜器，当铜矿变成了铜液时，就可以浇铸铜器了。铜液盛在这种被称为将军盔的陶器里，有时它也被当作炼铜用的干锅。类似这种小型的熔铜炉具在今天还一直被使用。与商人不同的是，今天的操作人员戴上了一层隔热的透明面具。铜液的温度高达摄氏1200度以上，浇铸时陶范被埋入到沙中，在顶端留下不同数量的浇口。他们采用分铸法铸造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要维持大规模的青铜器铸造，所需用的矿石量也大得惊人。仅傅浩墓出土的铜器就达1600多公斤，至少需要8吨以上的矿石。但在殷墟的周围，我们并没有发现商人采矿和冶炼基地。那些冶铸用的矿石来自哪里呢？这里盛开着一种名叫海州香茹的美丽小花，人们又叫它铜锈草，它只盛开在铜矿的地表层。这个地方距殷墟900多公里，今天属于江西省瑞昌市。一根残存的木桩在彻底腐朽前向我们传递出了最后的信息，它原来是矿井的支架，
是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支起来的。这座矿山是中国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的矿业遗址，而位于瑞昌西北面的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至今仍是中国六大铜基地之一。商朝人在这里既有露天的采矿场，也有通往地下的采矿巷道。他们把其中最美丽的、闪耀着翠绿色光泽的孔雀石挑拣出来，然后用木滑车运送到地面上。商都铸造青铜器时所需的铜料，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来源于大冶铜绿山矿区。对于战略资源如此丰富的长江中游地区，商王当然会加强对这个区域的控制。所以整个夏商周的发展，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断的整合、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华夏化，最后成为一个非常强势的古代文明。尽管中国以后这个历史发展也是波澜起伏啊，但它一直能传承下来，这个基础也很重要。前面是农业的基础，现在是青铜文化，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这个夏商周这个文化的基础。殷墟甲骨文中多次记载，商王朝曾与远在西南的蜀发生过关联。蜀是今天四川省的简称，而古代的蜀国却像是裹在历史迷雾中的幻影。这个地方叫三星堆，传说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的三把土。所谓三星堆，其实就是残存的古城墙，城墙上的夯土层清晰可辨。对于古蜀人来说，厚厚的城墙似乎是他们固守的最后的堡垒，今天却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听到了有人在叩响这个王国的大门。那是公元1986年的夏天，几个工人像往常一样用锄头使劲地刨着坚硬的土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堆土里夹杂着破碎的陶片、骨渣，还有玉器。很快，挖土烧砖的行为被阻止了，这一片曾属于古蜀国的土地被保护起来。在这个土堆的下面，3000多年前的一个神秘王国的大门正在徐徐打开。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没有比这种时刻更令人紧张的了。坑内的夯土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清除，奇迹会发生吗？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金器，他们是国王的财富，守护他们的是这群咆哮着的猛虎。这些守护神在地下为这个王国尽职了3000多年。三星堆文化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平原这一带分布的，实际上相当广泛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呢，现在我想首先一个强调呢，就是它有相对独立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脉络，啊，这一点呢是必须肯定，因为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地方上，在这一个区域里面啊，这个自己生长起来的一个文化。可是同时呢，我们也必须强调，它和中原地区的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们终于发现，那个神秘的古蜀国和中原的商王朝一样，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那么，古蜀王国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古蜀人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因此有人猜测说，他们是从太空来的外星人。这当然很荒唐，这个像方向盘一样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宇宙飞船的残件，
它的上面闪耀着太阳的光辉。传说建立古蜀国的第一个王叫蚕丛，他的眼睛是往前长的，被称为纵目。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纵目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直到有一天，他究竟是人还是兽？这件青铜面具的出现让人们大吃一惊，它与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铜面具在造型上完全不同，它的眼睛往前伸出了足足有20厘米，仿佛要穿透这个世界。它会不会就是古蜀人的祖先蚕丛呢？也许它高度智慧，神力无边，它护佑着它的古蜀王国成为远离中原王朝又一处文明的中心。可古蜀人根据什么塑造了这位祖先的形象呢？尽管出土了那么多青铜雕像，但是来自古蜀王国的最后一个客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惊。这是一尊高达26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没有发现过这一时期的如此巨大的青铜雕像。他头戴高冠，衣服上绣着龙凤和各种兽面纹，他的手中紧紧握着什么？他神秘莫测，赤脚站在一个兽面纹方台上，他会是谁呢？人们猜测，这个站在方台上的神秘人物可能是古蜀国的某一代国王。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鸟的造型，它们美丽的身影像天上的凤凰。传说中的几代蜀王的名字都和鸟有关，其中一个叫鱼凫。中国古代的东方部族也是以凤鸟作为图腾，我们曾经在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见到过。不管怎样，无论是中原还是巴蜀本地的古代文献，都认为蜀王子孙为皇帝后代，是与夏朝同源平行发展的一支文明。三星堆这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去开过会，我们去看过，一看就知道这是商代的。为什么？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商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尊，那就跟商的就很像，也就证明它肯定是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在它的原来的文化基础上，它发展了一套跟商文化不太一样的青铜文化。人们被三星堆的巨大发现鼓舞着，当这棵青铜树重返人间的时候，我们必须借助于吊车和木架才能把它立起来。虽然树干的顶部已残断，但也接近4米高，考古工作者命名它为神树。它的底座像是一座山，神树仿佛从山顶上长出来，树干上有3层树枝，树枝上挂着熟透的花果，而飞鸟就落在了花果上。在古蜀人看来，高山和大树是通天的阶梯，而飞鸟则是往来于人间和天上的使者，在传递着祥和的信息。有研究者认为，青铜神树可能代表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扶桑，而扶桑是太阳神居住的地方，神树应该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
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的时候，是吧？这影响就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可是呢，啊，这个到了商代的时候，那就达到了高峰，是吧？可是这种影响呢，就和其他的这个非中原地区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受影响、影响的现象表现的最突出的地方啊，是那些礼乐器的部分。啊，礼乐器的部分，像青铜器的，特别是礼器，是吧？你比如你看，它那有耒啊，有尊呐、啊，啊，有各样的器物。这些个器物，你可以看，有的和中原地区或者受中原地区影响的啊，其他的一些地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差不多是一样。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耒等礼器，和中原商王朝同类器物在形制和风格上极其相似，显然是来源于商文化。我们在中国其他地方常见的龙，在古蜀人的心目中同样也是神圣的。学者们认为，那些青铜尊和青铜耒表明深入蜀地的是商代的礼制，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交流和影响。考古工作者们相信，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象牙，可能是古蜀人在某一次祭祀性的礼仪活动中留下的遗物。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3000多年前古蜀人的祭祀活动。国王是最大的巫师，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对他的信仰。王国的大量财富集中到了这里，那是献给祖先和神灵的。祭祀的威严让所有的人感到颤抖。在熊熊的烈火中，神树消失了，国王消失了，3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蜀王国也消失了。他们仅仅留下了一个蜀字，这个字我们只有在千里之外的殷墟甲骨文中才能找到。甲骨文的被发现，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中国文字发明的是非常古老的，如果人类没有发明文字，那么日文化就不能传播，也不能积累啊。所以呢，文字的发明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殷墟的甲骨文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文字在商王频繁的祭祀活动中被保留下来。贯通天地是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商王非常迷信，从刮风下雨、农业收成到出游狩猎、战争胜负，他们几乎天天卜、事事卜，所有的占卜内容都被记录在龟甲或牛的肩胛骨上，成为商王朝的国家档案。那些记录在龟甲上的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历史上啊，它一种文字可以延续几千年，和一种可读性的文字可以持续延续2000年。比如我们现在的中学生，只要你稍微背上几篇《古文观止》的古文，读上点唐诗，你就可以阅读，比如唐代的1400年前的唐诗，你就可以读2000年前的司马迁写的《史记》，就基本能够看懂它的意思。但是呢，在欧洲，不要说这个2000年前，也就是像现在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著名的剧作原文，恐怕现在说英语的人未必能读懂。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延续，而且比较应该说完整的延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基因。
仓颉造字的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它表明古代中国人对汉字起源非常关注。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诞生宣告了人类文明史的开端。随着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人们至少可以断定汉字的起源是在商代以前。甲骨卜辞中的单字已经超过了4000多字，目前可以辨认的至少有1500多字。学者们相信商人所使用的文字数量会超过5000字甚至6000字，那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这个汉字的不同的单字是吧，现在的这个最多的字典呢达到六七万个是吧，我们日常的使用的也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还有一位远古的英雄，名字叫蚩尤。传说蚩尤勇武善战，有兄弟81人，大概是指众多的部落结成的联盟，被称为东夷集团。他们活动地点主要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而黄帝和炎帝结成的部落联盟被称为华夏集团，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考古发现表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越来越发展，大概在5000年前的时候，这两个文化碰撞与交汇在一起，最终它导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都成为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中国的这个文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整合的文明，就是由这些小的城邦或者国家，它慢慢融合兼并，越来越大。从政治层面上它是一种整合，从文化层面上也是一种整合，从经济层面上它还是一种整合。这样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越滚越大，势力越来越强，那么文明的发展越来越稳定，那个越来越加速，一个稳健发展一直到后来没有中断。事实上中华民族不仅仅是炎黄子孙，也是蚩尤的子孙，是所有不知名的祖先们共同的子孙。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个英雄的故事就从那个时代开始流传下来，无数个传说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文明的曙光初照在中华大地，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那是最早的中国。